好，男嘉宾，你还有一次机会选择一位女嘉宾，你会选择几号女嘉宾？我选择二号啊。二号女嘉宾，接下来咱看看二号女嘉宾的照片。哎呀，好看嘞，太美了，好漂亮啊！来吧，接下来赶紧有请二号女嘉宾。人生过半，我一直在等待我人生的伴侣。我是来自锦州的张春燕。好，欢迎你，你好。这男嘉宾有点怯了，你发现没？换上了哈，换上前了。我想问一下，您是觉得咱们女嘉宾太年轻了吗？是年轻。啊、哦，有点年轻，超出你的择偶范围了吗？嗯，没有。没有啊，还行。还行。您今年多大年龄？56岁。56岁，那不行。看年龄不行。年龄不行，这男嘉宾我上来就把我 pass 了。叔叔，你有点双标哟。啊，这个年龄卡死了就不行啊，怕啥呀？年龄不行，太小你怕啥呀？怕半道跑了啊？看咱路离的，看我就一个看我是怎样的。有压力，就觉得你的年龄越来越大，对方还很年轻是吧？女嘉宾，你的择偶范围有男嘉宾的范围吗？71的，我择偶的年龄是56岁到68周岁。啊、嗯，所以说男嘉宾这个年龄是你打死也不考虑的范畴吗？嗯，有点稍微大一点，有点稍微大一点，12岁，68岁嘛。啊、哦，最大一岁。哦，这样哈、啊，虽然说咱们今天年龄跨度稍微有一点大了，可能都超出了彼此的择偶范围，但是咱们坐那聊聊行不行？咱看一看，也打个样，是不是年龄差距太大，真的就无法沟通，不能交流，行不行？行，哎，好嘞。